抽抽几次去滑这种东西，熟能生巧。像这套宴席流程的话，基本上都华强北背包客也好，那数码公司也好，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宴席流程去宴席的。大哥当时找我买的这部落也是13 Pro Max 256G 国行的，同样的，用的习惯吗？刚开始用的不习惯。不走不走，而且这里面也有卡针，到时候方便你换手机卡使用，包括你要注册 ID 那些，到时候我发个教程给你，很简单的。还在这里恭喜大哥成为真正的13 Pro Max 机主，用后置三色照亮你的视野跟前程就完事了。当时说没有金色的，想要金色，想要金色啊，金色这个颜色好啊，高端大气上档次，低调奢侈有内涵。当然金色说真的，我们去市场的话普遍都比白色便宜个100，像白色它是比较贵的，金色其实很多人都不要了。个人喜欢的，对，这东西看个人喜欢就 OK 了。还有这些配件这些都在这里面，包括手机壳、钢化膜，还有这个20瓦快充、随通电器，还有其充电宝，还有另外一个保修卡。保修卡的话呢，一年在手机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。这个推荐双十一搞活动啊，对啊，响应网络的号召，别人都搞你不搞的情况下，那就被别人搞下去了。高刷那个是叫啥？高刷这个不用调的，它本来就自带高刷，三 Pro Max 啊。就这样子打开，就知道它反应速度有多快了。这个是滤纸内层才高刷的，如果但凡是没有高刷，首先它不会那么流畅的。OK， 你给现金给他吧。没事，现金也行。好久已经没有摸到钱的感觉了，说归说了。我大学的时候我是学过会计的，我们展示一下。1234，1234。那条路可以。这样我算不怕，我们先立成。主打的帅就完事了，其实出了多张我也不知道，还是老老实实来吧。1234567891010，这种感觉真爽啊。OK， 对得上，1000多块的现金握在手里，其实还是很有感觉的。有没有发现啊？都是用微信跟支付宝之后，我感觉有时候你随便在外面玩啊，买单买个1-2千块钱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但是如果你让我用现金去买单啊，我可能会心疼一下。还没少感觉。对啊，还是现金好啊。手机壳，这手机壳子，手机放在这里面，里面有卡针，到时候方便换手机卡使用。你可以帮我换上吗？ OK， 让我来。这种东西能麻烦别人，绝对不要麻烦自己。不是，让我来。这种东西让小弟干就好了。那个一卡是怎么分的？上面是一卡，后面是二卡。我看一下你这个在哪里啊？哪里导出来？哪里啊？哦，这个，没看到，你这个猜不出来的，这么深的。那苹果手机经常一戳就出来，像安卓手机戳的这么深都戳不出来啊。哎，我这个是游戏手机，我这游戏手机来的，游戏手真比较耐造啊。但是我是很难跟抽出来的。那有牙签吗？现在这里。那里面有。等会牙签试试。OK， 等牙签来了先。确实抽不出来，苹果的话这个一戳就出来了，这个戳半天都戳不出来，因为最主要是太久没戳过了，很生锈了。戳戳几次去滑这种东西，熟能生巧。大哥你来，安卓我确实不会戳你这一个。那个手机卡都两张啊，那是要买国行的，因为你有双卡需求。如果我们有双卡需求的情况下呢，考虑性价比的话，美版性价比会更高。OK， 两个卡都已经有信号了。要是切换的时候怎么切换呢？切换打电话了吗？切换上网了。在这里啊，峰哥使用网络，看你要哪一个，要主号还是商务？这个就是主号对电信卡，商务这个就是二卡，你随便切换。OK， 就这样子就行了。反正你就使劲的玩，有任何不懂的你就联系我就 OK 了。到时候你连 WiFi 之后，它会自动加载这个东西的，它现在是还没加载的。没事，不用谢，我谢谢你才对啊，你照顾我生意啊，这句话应该我来说。把你这个也放过来，你这个卡没放进去，要搞丢了。把你东西放过来哦，反正手机有任何问题，你要找就 OK 了。今晚上打算去哪里玩？你们来。在那里住了，我刚明天在那家回去了。真的是特地从珠海坐2个小时车，就为了买一部手机，住一晚上就回去。其实大哥说真的，罗湖不错，可以去逛一下。那里有我们男生喜欢的东西，罗湖。我也没去过。人生嘛，在于尝试这种东西，我觉得吧，凡事都第一次，有一就有二了。不想吃就很熟了，不用我说的。OK， 大哥我就先走了，反正手机有任何问题联系就 OK 了。感谢大哥支持，感谢感谢。啊，大哥你也是找我拿过手机，感谢支持啊。好，拜拜。OK， 拜拜。OK， 兄弟们，现在话已经成功面交完成了。这个大哥看的时候是真的是铁粉来的，为了买部手机特地从珠海坐2个小时的车来到深圳啊，然后面交完手机，咱们酒店住一下，第二天就回珠海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做兄弟在行动，有事呢，你看电话打不打得通就 OK 了。要不直接回公司，刚好今天晚上呢，档口是没一台14 Pro Max， 要把我全部都拖过来，现在带你去看一下。